母亲下葬那天，我把自己交给了个陌生男人，这叫无以为报，以身相许。为啥？大师大家，孩子头已经出来了。这么好的男孩，陆小姐，你太厉害了！大师大家，继续用力，还有一个孩子。几胞胎了这是？二三四五。天哪，沈小姐，恭喜你喜在六胞胎。您的大件快递已经放进办公室了。嗯。谢。你先我走。谢。你叫我什么 ？Daddy， 你是我亲生 Daddy， 看，要亲子鉴定。老板，支持易学长的父子关系。有弟果然没骗我 ，Daddy 果然长得很帅。哎，送外卖了，干什么？你不能进去。我儿子在里面，我也能不能进去？大宝，你又瞎跑什么呀？你给我发的消息什么意思啊？我们一家人要团聚了。因为我找到姐姐了。怎么是你？妈，是女儿不孝。女儿来晚了。爸，你干什么？雷雨，兴盛集团的王总找上你，你去陪他一晚上，他就给沈氏注资一个亿。爸，你说什么呢？你给我顶嘴！你妈已经死了，现在该轮到你给我赚钱花了。我已经和徐月订婚了，你这么对我，他不会放过你。徐月。我的好妹妹，给你和王总牵线的可就是你的许月哥哥。你的许月哥哥啊，已经跟我好了。哎，你沈诺，你这个贱人！站住！站住！抓你！别跑了！爸，别急，他中了药，好不远。如果这个男人愿意救我，我愿意一生相许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应该知道孩子们的存在，不然他会抢走他们的。这是我儿子跟你开玩笑的。你管这个叫开玩笑？爹爹，你说的对，妈咪亲子鉴定可不是开玩笑的。你真是好大的胆子，怀着我的孩子在外头一跑就是亲一次，你到底还有多少事情瞒着我？我妈咪还有好多次瞒过。没有了，绝对没有了。大宝是保不住了，但其他的孩子绝对不能让他知道。四哥，大哥进去那么久了，怎么还没出来？这就是世界上最聪明的小天才，他若是就肯定是走进去看看。老夫人，他们突然从路边冲出来，我……你现在说这些干什么？快把他们抱上去，送医院，快！要我通知石总吗？先去医院再通知他，快点儿、啊！这孩子看起来怎么跟阿绿小时候好像？睡觉的小模样，简直一模一样。石总，两位小朋友已经醒了，医生给他们检查了身体，说一切正常。石总，他们可太像你小时候了，老夫人非常喜欢他们。再想也不会跟大宝一样是我亲生的，奶奶一直等着抱曾孙，
是时候安排他跟大鹏见一见，通知他们家长。对方正在赶来的路上。奶奶。阿绿来了。哎，宝贝们，快叫石叔叔。大绿。嗯。夏楠，谢谢你送我来医院，给你添麻烦。晚点我去你家接大宝。小雨，不跟你一块进去吧，这种事儿没个男人在身边，我怕你吃亏。小南，谢谢你。跟我说什么谢谢？这么将来。妈咪，妈咪，妈咪别回去。真是，又是。怎么是你啊？哎，阿丽，生日！阿丽，你干嘛呢？妈咪，爹地牵手了。生日，你放开我！你干什么？你很行啊。我不行，我没石头你。以前就刚答应过，跟我没有任何，后者就多出两个孩子叫我爸。你不行是吗？谁力知道四宝五宝的事了？妍妍，四宝跟六宝是双胞胎，那我岂不是一个孩子都保不住了？沈宇，你到底在我身上夺走了几个孩子？一个。你到底在我身上夺走了几个孩子？一个，就一个。都已经有两个孩子叫我爸，还有只有大宝是你的，四宝无法比大宝小一岁，那是我和我老公的。你还想？我没想，我老公就是跟我一起来的那个男人，不是警察。再骗你，有命。石总，那两个孩子的年纪确实比小少爷小一些。当初四宝、五宝、六宝出生后就被沈家人抢走了，一年后才找回来，导致上户口晚了一年。希望能把事给糊弄过去。石总，我没骗你吧？都已经给我以身相许，还给其他人商量商量。收购多少钱？你说什么？我说你说个数，我买到你跟大宝的母子关系，我把大宝领走。你这种不知廉耻的，不配做。沈宇，你凭什么这么说啊？怎么，舍不得？那我给你第二个选择。怎么？带着大宝下楼，我不介意你跟其他男人生活。但是你介意，另外你也蠢，应该别想进入石家门。你良心被狗吃了。石丽已经知道三个孩子的存在了，另外三个肯定也瞒不了多久了。我得带着他们赶紧离开江城。沈小四、沈小五，跑出来干什么？回去秘密宿管。沈小一，你不带着弟弟妹妹好好上网课，出来干什么？跑出来干嘛？妈咪，是爹爹。住的这是什么地方？石绿，大宝我不会给你，你死了这条心。你跟我争孩子的抚养权，你凭什么？是，我是穷，但是大宝是我一手养大的，你凭什么上来就抢他？就凭你那天晚上抽了五分钟的利润。五分钟？你是不是忘了那天晚上你是怎么求我停下？你不要脸！我是来要孩子，我要什么脸？爹地，我不想离开妈咪。大宝，好，爹地带你。这，爹地带你去游乐园，好不好？好，游乐园我们也想去。石绿，你能带他们也去吗？你是在求我？凭什么？他们是我生的吗？让他们亲生父亲带他去。可是他就是我们的亲生父亲。